我去，耀耀，评论区有好多人都想看我们亲嘴。哇、嗯！你干嘛？给粉丝老爷们发福利啊！别闹啊！哎，别玩了，待会儿回家我再陪你玩。现在趁着没人，赶紧让我亲一口，快快快！哎，不了不了，我爸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爸，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老子追了你们八条街了，你还想亲我家耀耀？除非点赞过10万。